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 m 呢是这个函数 ，g 是这个函数了，啊，两个一减以后，积分等于多少？那两个一减的话，这个应该多少？这应该是三 x 三次方吧，平方，好，平方。啊，减下来是减六了。第一项积分多少？第一项积分是 x 三次方嘛，减六 x。然后带上下线，负三到三，那这样多少？三当然是二十七嘛，二十七减负二十七就是五十四，它减掉六，三减三是六，所以是五十四哈，减三十六，八十八，所以答案是十八，所以这一题答案应该要选 B。